乾坤朗朗，夏日炎炎，很多爱好水上活动的人士都会到垦丁弄潮戏水，但是同样在恒春半岛，却有另一种更清凉消暑、让人冷静的选择。位于屏东县狮子乡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拥有茂密的森林，热带雨林植物阻绝了炙热的阳光，林间飘散着悠悠花香和芬多精的清新气息。园区里还有不同的景观步道，可以悠然踱步，也可以健行强身。步道两侧林立的树木和森林底层盎然的生机，则可以让人感性的驻足欣赏，或者进行知性的探索。重要的是，茂密的森林蓄养出丰沛的水源，潺潺溪水飞瀑流泉，不但创造出水底缤纷活跃的生命，也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感受完全不受污染的生动风景。这里是森林和溪流共谱的和谐乐章，更是听泉濯足、洗涤尘心的活水步道。南回公路走13公里，可以到达排湾族人聚集的狮子乡。这一路从疏旷单调的海岸渐渐走向山区，恒春半岛的艳阳、干热的空气都将在转个弯之后离我们远去。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海拔介于175到650公尺之间，占地达1600公顷，属于热带季风雨林。民国54年接受联合国世界粮食方案，在这里实施林相变更。40年来，区内已经林木葱郁。此外，溪流、沙滩、瀑布、峭壁、谷壁，构筑成一幅自然原始的森林景观。多样的步道系统更值得一游。涉水步道有3种走法，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像这个健康步道。那走的时候可以做脚底按摩，好，那但是等水，要是说这边下雨的时候，水大的时候来讲的话，有些游客来讲走这里的话，脚会那个什么，鞋子会湿掉，那就可以走这个空心桩的步道。那这边有绳索，可以让人家能够扶着它，不会跌倒或滑倒，它有固定的作用。这个条溪叫双流溪，它是上游两条溪的汇合，双流，好，是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子的。那它往下走来讲，是到那个风港。很会成那个风港溪之后来讲，这样子出海。这边来讲的话，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来讲的话，很多的家庭啊、小朋友来讲的话，可以在这边玩水。那这边来讲的话，事实上来讲，算是蛮平缓的，不过来讲很适合玩。那其他来讲转弯的地方来讲，有些地方水还是比较深的，那个地方来讲，建议还是不要下去游泳，尤其是在瀑布下面。那个地方来讲的话，它里面有暗流一些的那个什么。漩涡那个地方真的很不适合跳下去游泳，最好的点来讲的话，就在双流桥下面，那个地方来讲，我那边又有阶梯，那个地方是蛮适合的。那另外一个地方来讲的话，就在这个地方，算是第一个涉水区的地方，这边算是一个很大的瀑布，这边是一个很棒的戏水的地方，很多家庭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全家来讲这边玩水。那还有这边来讲的话，在夏天雨季的时候来讲，这边的那个什么河水有时候会暴涨。暴涨的话，实际上来讲，这个部分来讲也要稍微注意的安全。那若是有时候来讲，暴涨到说这个涉水步道没办法过的话，可能沿路来讲会有一些的沿山的走山路的步道可以去走。涉水步道是双流森林游乐区里最受欢迎的步道，许多游客喜爱涉水溯游，直达游乐区的著名景点双流瀑布。一路清凉畅快，享受此地完全没有污染的清澈溪水。其实，这里的其他步道各自有不同的风格。游乐区的管理单位还特别在园区里赋予了台湾蝴蝶兰，
游客行走陆地上的步道时，多了视觉和嗅觉的享受。这种兰花早年遍身台湾山野，曾经在世界多次兰花展览中获奖，但是由于过度摘采，目前在野外已经不容易见到了。在我们这个园区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鸟呢，尤其在这个草坪的地方来讲，我们比较可以常看到的是白鳍鹂。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容易看得到的，就是看得到、听得到的，就是五色鸟叫声吧。因为我们说的森林中的花和尚，它会这么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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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那像敲木鱼的咕咕咕咕这样子敲，好，你都可以很仔细，也很容易的可以在这个森林里面可以聆听得到。那你只要在这个森林里面看到一些枯树的地方，它比较容易站在那个地方。好，那除此之外来讲的话，在我们森林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些，就是像台湾蓝雀，它是一群的，一群的这样子育雏。那除此之外来讲，在天空里面来讲的话，很容易看听得到它声音的就是大斑鸠吧。好，它可以在随着这边的溪谷的气流来讲的话，它会这样子盘盘盘盘往上的盘，那它三不五时也会叫几声给你听。好，那在这个地方来讲也算是赏鸟很棒的。那除此之外来讲的话，还有梧桐，好，还有梧桐，那也是这边很特殊的一个，在南部地区来讲的话比较可以看得到。因为过了枫港之后来讲，可以看到来讲应该就是白头翁或者是杂头翁了，那这边来讲还很容易看得到它。在我们森林里面还有一种鸟是在这边很容易看得到的，就是布农族的圣鸟，我们称它是红嘴黑背，它的嘴巴红红的，脚也是红红的，那全身来讲是黑色的。好，那这个地方它有时候会学猫叫，那有时候来讲这边叫的声音来讲很多种，大家可以去欣赏它的叫声的美。那另外来讲的话，在十月份的时候，国庆日的前后来讲的话，有一些国庆鸟在我们这个园区来讲也有可能可以看得到它。那当然啦，那时候来讲的话，眼睛可能要比较注意啊，它的天空来讲的话所一群一群这样子飞过来讲，那鸟它会在上面盘，它会在上面盘的，仔细看来讲还是可以看得到的。不论是每年十月间一波一波过境的灰面鸠，或者像大斑鸠一样常年盘旋天际长啸而过的鸟类一族，它们早已属于南台湾天空熟悉的身影。早年环保意识不够普及，鸟类经常被大量猎捕，如今人们已经了解，保存美好的环境和多样的生物要比大量开发猎捕更符合人类的身心需求。在台湾的山林中，我们将更常看到、听到这些令人愉悦的声音。前往南台湾屏东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有多种路线可供选择，从北部南下高雄，除了国道三号公路之外，也可由省道台一线至丰港，左转接省道台九线，即可抵达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若由花莲台东出发，则可选择省道台九线，直接可达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旅游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行驶有多种大众运输工具，不论由高雄、台东或恒春搭乘都相当便利。这条步道呢叫做白龙步道，它是从游客中心的侧门哈侧方这样子上来。那它整个的长度呢大概走路慢慢的走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就够了。它是一个很适合于初级的健行的步道。这是一个基本上呢相当简单可行的步道。很多游客很喜欢。
民国53年的时候呢，这边整个重新全面造林过，然后种了这些的所谓的可以实用性很高的这种树种，光蜡树、白鸡油哈，这一路上你看得到的有好几种树哈。所以这样子的光蜡树呢，还会看到九琼、枫香，这种种很常见的相思树，这个沿路上你都看得到。基本上呢，光蜡树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树，在平地里面，平地里面相当棒。它的材质呢够硬，山地的朋友里面，你看到他们用来做镰刀的那个刀柄哈，大概选择两种，就是一个是光蜡树的心，要不然就是九琼、九琼啊，这两种哈，用来做刀柄是最多的。像九琼哈、九琼啊哈，原来那种崩塌地里面一流的树种。崩塌地的树种你要种九琼，它插枝就活了，不需要很多的水，对整个的国土保安来讲都是相当好的树种。光蜡树、九琼这类阔叶木都是材质致密、用途广泛的硬木，早年栽植是以木材的实用性为主，但是现代的观念则更注重它们涵养水源、国土保安、净化空气、美化环境这些非耗竭性功能。行走步道，清新的空气和美好的环境，让人感受植物存在的价值。帽子上的高度呢是650公尺，讲起来是不高啊，有点类似小郊山的样子。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帽子山，啊，你从那个山呢一看过去，那个很雄伟的一座山，台湾南部哈，凤岗以下这样的山，连续整个绵延不断的山，展望相当的棒。那从我们下边呢，有一条步道叫做帽子山步道，可以从这个出去。那往上面呢，大概一般体力好的登山队伍，上下大概2.5小时左右，大概都是登山的朋友在做训练的，在做 training 用的，它是相当棒的一个圈林的一个训练山。那整个森林里面呢，森林不长无用之物，色温林里面每一样植物都是有用的。这些都是山中，这整个山中的区域，这个也是嘛，这个比较近的。那像这个他们原住民、我们早先的老百姓大概都是用这个砍一砍，然后绑一绑，用当扫把，阿婆的扫把，他们用这个来做，来扫谷子，那个大庭院里面这样子，他的动作比较快，也扫得比较干净。那他还会长那个黄色的小种子，小种子吃起来是涩涩的。当这种植物在开花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棒的生态气候。它会有蛾类，蛾类来就是蛇在旁边，蛇在旁边，那么就是猫头鹰就在这附近。它整个循环都是有相关。你在森林里面，它有一个很棒的哲学空间。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它都很努力的过着它的生活，很努力的在继续它的生命。因此，你在森林里面常常接触森林，你会对于整个人生体验、社会形态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看法。森林不长的东西。走进森林，有时得抛开人类的本位思考。林下的小花、浆果和不起眼的小草，都是自然界里不可或缺的成员。它们健康的存在，构成了完整稳定的生态体系，人类也才能安全地存活。此外，许多森林里的生命本身就有迷人之处。干花龙它是整个从树干上下来的，一直蹦到小孩子长大。它也是整个猕猴、猴子或是很多鸟类很喜欢吃的一种植物。干花龙为什么整个它就是要叫做干花龙？它是树干上面它的开花结果的一种果树，它属于隐头花系的。像这样子的小果实呢，你看它中间圆圆，这个圆圆的，然后它还有一个小小的黑。隐头花系里面它有雄蕾、有雌蕾，还有雄鹰瓣的，吸引那些的小蜜蜂进来，然后在这边绕了一圈，然后去到另外一个果子里面，开始达到它授粉。我们一般所看到的花都是在树上面嘛，或者外面嘛，
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花就是在这个地方。干花荣的花、花萼、花瓣都已经退化，只剩下雄蕊或者雌蕊隐藏在球状的花托上，而小如沙粒的荣小峰则从无花果的花中取蜜，并且为它传粉。这种植物和昆虫互利共生的关系耐人寻味。行走步道，观察身边的事物，就会发现植物社会有互利共生，也有残忍严酷的生存竞争，和人类社会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双流森林游乐区气候温暖，环境优美，全年都适合健行、登山、清水、森林浴、赏蝶等各项户外活动。区内规划清水、登山、健行等多种步道，适合全家一同进行生态旅游。为珍惜自然资源，区内不提供住宿餐饮，也禁止烤肉野炊，游客需自备简单的干粮。如遇住宿，可选择附近排湾族民宿或四重溪温泉区。会有分两种，一个是我们常见的地表水，大河大河那个地方，第二个就是地下湖，渗进去了，对，渗进去了，然后这样透过它的地水脉，嗡嗡就这样走，然后到了它该出现的地方，它就会出来，然后再到了我们更下游的两面这么水，所以像这样子的高山的水啊。从上面这样子下来，那它干季的时候没有水，然后水排出来，你看它是走地下水。那像这样子的溪里面啊，你看溪里面你要看到一些人，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日本树丸啊，然后呢也看到拉氏青溪蟹啊，也看到一只花马口鱼了哈，马口鱼它叫一只花，我们常常会讲说女人试试一只花，它很像美丽的你。那一枝花它最大的特征是在哪里？那身上的那条侧纹线，黑色的那种侧纹线，体侧线，所以游客很容易分辨得出来。有这些鱼呢，有这些的昆虫，大概就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所受到的污染是相当相当少的，够干净的水才会有那些东西。这条溪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基本上这条溪叫做内文溪，内文溪是来自于双流的那个上游，有一个部落叫做内文部落。这种平地山区的河流最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干季的时候跟丰收期的时候相当相当明显，差别相当大。但是鱼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动物，我们刚刚在讲说鱼在当那它那个一滩水干枯的时候，那个鱼是怎么样它去躲避那样子的干旱，只是一滩水的时候呢，那个大的鱼会跑到这个岸边，它那个小鱼也会跑到这个鱼的旁边，跑到鱼的旁边跟大鱼亲亲，然后大鱼它就自动就跳出来，
然后白鹭鸶就在旁边等，都把它吃掉。然后小鱼呢开始就往四处流窜啊，躲起来。因此等到大雨水一过来，第一个你发现到的就是这些小鱼。当它生命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会把最好的讯息往下传，告诉这个下后辈的怎么样子去躲避这个伤害。所以他们有一套适应这干旱的那个季节的一个那种机制，就对了。就是当你看到这样子的镜头的时候，你就很喜欢山，很喜欢水，你就不会想去破坏它。没想到马口鱼不但外形美，还有牺牲自我成全后辈的美德。也由于这样的特质，才能传续族群的香火。在双流一带，90%以上是未经开发的地区，茂密完整的森林还养出清澈秀美的水域，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双流瀑布了。地方的瀑布啊，它的整个高度的落差大概80米左右，那下面的深潭的深度，那曾经退过呢，差不多也是这样子8公尺多。但是看你现在看到的时候是枯水期，那它丰水期的时候呢，它就是那个。那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淹没区。一般呢，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呢，绝大部分都很吸收那个瀑布下边的温暖。因此，我们也一直很希望所有的朋友来到这个地方，安安静静的跟水跟树木并且与梦幻的一样，然后呢，就坐在这里享受到最好的。吐雾、吞云、吹雨，深冷冷的天际，在森林深处奔腾的瀑布前，我们大口吸入阴离子，让一路走来森林步道给我们的种种启示吐纳间运行全身。有机会你也应该来体会一下，也许在步行观瀑之际，有那么一刻你会全然宁静，顿悟自然运行生命流转的神秘机缘。